我们家牛肉在哪儿呀？你能找到？老妹儿在家呢。嘿嘿，哥，干啥呢？干死你！爹，老妹儿也在家呢。那干啥来了，兄弟？我寻思这外边这大冷天的，你出去做饭不是冷吗？我寻思老师哥你都是不好意思，带点礼物过来。这什么好礼物了？走，哥，走。哥，你看，啥礼物？这是啥玩意儿？哥家有两个大骨头，今天给你露一手。老妹儿，哥，风太大了，咱们进屋吧。你这是什么做法做呀？咱们进来个锡纸沙烤。我这也没有那个锡纸和烧烤。哎，锡纸没有啊？锡油纸。Later。料汁也拌好了，哥。洗洗手。胖哥，今天没有帮凶了吧？这个锅里倒沙子都没有。没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好。锅好像不当香味儿了。哎，你进屋吧，我来帮忙。哎，胖哥，说啥呢？正好去牛粪呢，你今天牛粪去。快，想不想吃了？快点，快，胖哥。哎呀，这嘎子不折腾哥就是折腾我。全烧红了，这。哎，干啥干啥？对，干啥？牛峰，哥，你先进屋。哎，进屋。哎，对，老妹儿，这个沙子一变黑，它就烧红了。来，哥现在把肉给你放进去啊，把这个都补好。入土了。这我都不敢吃。天然的燃料，老妹儿，不用盖锅盖这个，啊，